星夺旗阵，三团锦杀红莲军，混血莫非？凭我救命，再说同学不用问，一旦进入对黄文通地，即彩虹炉能灭苦凶。一部爱惜之雄，将军困不心，红城进击，单论其功劳，却无心命者，如交攻其尽量，又让交替顶前评论。功秀真理，将其所击，进步能能救。眼见所克，莫非已跨穿三团人不灵东西的破阵？阴沙龙阴公比武雄三高之高，哼，混珠轰，血老血吞。天地惊天地，一朝天一死之输出关心，我非头顶不识，只能当高精明，反击三分银，三高之交再现兵团，速度如风，三分银含着天兵龙。这边明才还进到了地方，要动用阵横更龙，杀下惊天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快呀！孙爷爷今天大开岁，也要无劳了，推领红皮剑。哇！这是天官十二星的典型，就叫你参歪歪路。是什么人给我偷拍？不，卖走！众人胜出机会紧急，我即将出尽欢头就独身无门。嘿，嘿，如今渐渐失灵，我是智慧以前功修。真怕死。我武林的海棠拢在场，尤其是莫非这位大海棠，只可惜三团人也在，那我这一笔火将因造成忧调。看来三团人阵风不明，咱是何必出手援助？你想起丧气性，莫非真厉害？就算给咱两人也无这意思，也是等暗时吧。等暗时，暗时才有机会救人啊！九飞与秦关再次重新的对用关，虽然功力殆尽，但被熊能命十四个人一人十分的吃力。黄文忠一代红炉，因为对手并非魔亏，因此之交有所保留，影响魂神留于三团人的魔亏之间。无招不及时无道，也不妙。喂喂，你想冲啥？这个所在不可宣传。莫非在海景岛做些围攻，正式十分的危急。未防公主命我来出寒武新疆，前往援助莫非。你又是什么人？起来吧！哇！哼哼。
快走，快走啊！跟谁呀？跟谁穿进拼多路？都回去洗吧！哇！不是，我的最姑姑，哇！魔鬼攻击的恢复通关，一将中魔鬼不足就行脆皮了。能嫁老姑家，必定求亲戚。哈哈哈！郭靖，你就是？咦，唔通高威？人都必输啊！